下面一个练习十八，警车。他说有一个警车原来静止，然后后来有东西超速，警车去追他，然后画的 VT 图长这样，然后问你哪个叙述是对的。A 是不用算的 ，A 看就知道。其他的 C 理论上也是看就知道，但是我当然要请你算。猪也是用看就知道的，但只有 B 是要算的，理论上只有 B 要算。理论上只有 B 要算，其他用看就知道。然后答案应该多少？Number one， 一样。答案不知道，刚才在昏迷中。你说啥？你选 C 啊？他说警车是静止的，图上面是乙是静止的，所以乙是警车，甲是超速车，所以 A 是错的。然后呢，甲是一条斜直线 ，VT 图做等加速度运动，所以猪也是错的。然后 B、C 我们待会讨论，答案是 C， 答案是 C， 就讨论，讨论讨论。第一个，他只是说谁场。谁场？这个可以不用算，这可以用看就知道谁场，这可以用看就知道谁场。你怎么知道甲走得比较长？你怎么知道甲走得比较长？他如果只问谁场，就用看就晓得。多场就要算，但我会问你，我待会问你。二十四号。你做看面积 ，BT 图的直线代表面积，对不起，讲错话 ，BT 图的面积代表位移，这个面积大家都有，不要理它。甲多了这一块，乙多了这一块，那么甲多了这块比乙多这块还多，所以甲走的面积比较大，所以答案就是甲的位移比较大。这是用看，这个是用看的就知道，但是如果我要算呢？请你真的去算出来，甲走多远，乙走多远，甲走多远，甲走多远，甲走多远，然后乙走多远。你告诉我一个就好，你告诉我甲，我告诉我乙。十五号，甲多少？甲走七十，你坐。甲走七十。所以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，所以算出来七十。那乙走多远？乙走多远？二三，二十三。乙走多远？多少？六十哦，请坐。乙走六十。所以呢，长底乘以高除以二，底乘以高除以二，然后就算出来了，所以四十，你就知道甲比较远。你确确实实算出来也知道甲走的比较远，但是不用算，看图就知道了。下面一个，他说四秒追上是错的，他说四秒追上是错的，那请问你几秒钟追上？请问你几秒钟追上？六秒。好，你说几秒钟追上？他说四秒是追上是错的，那他是几秒钟追上？警车会追上超速车。题目上说，答案上面写四秒追上是错的，其实看就知道错了。那到底几秒追上？二十二。几秒？八秒，请坐。怎么知道是八秒？有两个方法。第一个，认真算。我现在讲认真算的算法。
我们 VT 图算出来的是位，两个车追到是位置一样，不是位移一样，是位置一样。不过因为他们如果从同一个点出发的话，那么位移一样，位置就会一样。那我们要算面积，面积等于位移，那我就需要那个上面的 V 多少啊？这台湾要算面积，所以我就需要知道墨数，所以我就设一个墨数是 VA， 设一个墨数是 VB， 然后呢就可以去里面去算我们的面积。假设个矩形，以这个三角形，底层一定要除以二，上面那里层一定要除以二二，这样算出来。可是我不要那么多未知数啊，我不要 VA VB 对我没有用吗？我要的是 T 嘛，我要的是 T 而已啊，我只要 T， 所以我要想办法把 VA 跟 VB 都改成 T 来表示，怎么改？那个叫做加速度，加等加就等于说等加速度运动，用加速度去算，啊，一样随便取两点，左边的加速度等于右边的加速度，左边两个点等于右边两个点，然后记得要有那个我的 V， 我的 T 的 VA 跟 T 的 VB， 然后这样算哦，把 VA 改成这样 T 来表示，然后另外一个呢也一样这样来表示。我就把 V A 跟 V 都改用 T 表示了，我的 V A 就不见了，就只有这样 T 了，我就带回去，往里面算，然后两个要一样大，下了等于下了就下了，砍了就砍，就做一做，算出来之后变成八秒钟，这叫做认真努力算。还有一个见招数叫不要认真算，用眼睛看就知道了，用眼睛怎么看？这块面积大家都有，不要理它。甲多了这一块，乙多了这一块，那两个要一样，就表示这两个三角形要一样大。这两个三角形要全等，全等什么意思？就这一边会等于这一边，所以前面这个四秒，后面再多什么？再多四秒，所以四加四叫做八秒，答案就是八秒，就算完就可以了。这个叫做不要认真努力算，看图就知道了。如果你观念很清楚的话，就不用算，看一看答案就出来了。就是 VT 图的面积代表位移，就是我们前面跟你讲过的重点，就是这些，可以吗？好，你要了解我这些动脑时间问的问题，你要确实知道它的答案怎么出来的，确实的去了解，这是我们的重点 ，OK 吗 ？OK。